谢。好，来，我们一起先看正中间。来，两位这边。好，谢谢。来，麻烦我们的最左边下方帮我看一下，最左边。好，身体稍微侧一点点哦。好，最左边。好，左边的上方帮我们看一下。这边。谢谢。好，视线在下面一点点的左边。下面这边。好，再往中间移动一点点。来，下面这里。好，绿色衣服摄影大哥，来，黑色衣服这位大哥，灰色衣服这位大哥，好，再往右边的中间再看一下，好，右手边下方，来，两位的右手边下方，好，来，我们再挥个手，谢谢，好，中间下方再看一下哦，来这边，来这里，合一圈。好，来左边上方也帮我们挥个手，谢谢。然后右边再一次。好，这样可以吗？好，两位再一个，再一个。好，来右边下方再一个。七月梦子。好，打喷嚏在7月15号，暑假第一天正式上映。谢谢朋友们大家的期待跟等待，终于就终于要让所有的同事们我们来看到柯震东跟吴亦凡的在电影当中。好，来柯震东，我们也是从左边开始哦。好，来最左边摄影大哥这边，每一个镜头都给他们一个眼神。好，来中间，再来靠近一些些。好，来右手正中间下方。好，来右手边下方。好，在电影当中，当然要请柯震东跟我们分享一下，他饰演的这个王力士是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追求梦想的傻劲儿，能够让他真的能够找到专属于自己的幸福。好，谢谢。好，这样可以吗？好，好，来右边下方。好，那些正面的镜头哦，好，谢谢。来右手边下方。好，左手边，好，正中间再一下下。好，右手边下方。好，右手边下方，谢谢。好，一层对齐，我们的最左边再一个啊，最左边。好，那再次谢谢媒体朋友哦，因为今天场地的限制，谨慎。来中间这边，这里。好，左边下方。来这边。来这里。好，好，这样可以吗？然后看的是几点钟的场次，几张票，然后以及把相机的模式准备好，还是要自拍，还是要请工作人员帮你们拍。我们待会在过程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捕捉到你们喜欢的照片。来，正中间。正中间，大哥。正中间。好，右手最右手边，再帮我们看一下。这边，谢谢。好，等我一下哈。好，来，最左边下方再一下。好，正中间。好，再忍耐一下，再看中间，忍耐一下。